为什么妄杀陆英？为什么偏偏今天？为什么三不大逆之言？ 不知，不要紧吧？谢陛下，臣无碍。无碍就好。让座。谢陛下，不用了。 穆之就站过来看吧。谢陛下，也不用了。穆之今天来是干什么？臣为储君寿。 陛下日理万机，大概忘了今日是皇太子殿下千秋华诞。朕并没有。 千秋华诞，千圣至尊，臣恳请陛下慎之再慎。萧族的逆案，当时也在这里。穆之不也是与审了吗？ 成王有过而踏薄情，皇太子若是真有过失，也等他回来，由他来代受，臣会亲自送顾逢恩过来的。舅舅，千秋华诞，又逢重九，臣恳请陛下开天恩。 退下。
松开！顾思林，顾思林，擅闯空河崖，击伤国家亲王，已是不赦大罪，你还敢？住口！老子犯禁，罪同黎恕，圣上御审逆案，万岁面前，妄谈什么千秋？闭嘴！陛下，出去！